你好，我系 Ryan 啊，UltraRacing 嘅安全大师。最近喺市场上咧，出现好多抄袭本公司产品嘅问题啦。为咗避免大家买到无冲货，所以今日咧就同你一齐嚟探讨同埋分辨边啲系 original 边啲系无冲货。黑心商家出产呢个无冲货，不但只以低成本制造，而且无研发，根本就冇做任何宣传啊，就以呢一个正版嘅价钱咧卖俾消费者，赚取丰厚嘅利益。呢啲欺骗消费者嘅行为咧，根本不可容忍。咁我哋如何分辨边啲系 UltraRacing 巴，边啲系无冲货呢？第一就系原装巴同埋翻版巴嘅厚度有具体嘅分别。 好多心商家咧都希望可以浑水摸鱼咁赚钱，所以佢哋就抄 UltraRacing 嘅牌子，改少少变成自己嘅品牌，就好比如 UR啦、UXR啦、HXR、D X等等嘅冒充牌子啊。如果你冇注意到嘅话，就会被呃噶啦。除此之外咧，更过分嘅就有啲黑心商家，佢哋用 UltraRacing 嘅铁架同埋名，但系就挂上呢啲冒充货嘅。咁卖嘅时候咧，同 original 嘅价钱都系一样嘅，而且都系白色噶。咁如果你买到嘅话， 咁啊，真系冤枉啦！嗱，当你卖嘅时候咧，你就要 check 清楚系咪 UltraRacing 嘅 logo 啦，同埋 serial number 噶。如果你买错嘅话，本公司系唔会负责噶。UltraRacing 喺2002年开始成立，而且系专研发、生产 stabilizer bar 噶。咁喺马来西亚嘅市场上，已经非常之受欢迎嘅品牌啦。目前为止，出口超过10几个国家，公司仲得到 Malaysia 颁发嘅奖项同埋认证噶。 嗱，我哋嘅巴咧主要系白色嘅，有贴牌啦，有 serial number， 仲有 lifetime warranty。嗱，你卖之前咧可以上网 check 嗰支巴嘅 serial number 噶，跟以下步骤咁就得噶啦。UltraRacing 巴系有终身保价噶，只要喺 UltraRacing website 填写 warranty register 咁就得啦。各位，无冲货不但只侵犯知识产权，而且好危险，因为佢哋嘅质量咧比较差，唔一定能够保障你车嘅安全噶。咁我哋能够为大家提供嘅呢一个帮助咧，就系第一向你哋嘅卖家投诉；第二就系你哋有权力同埋随时拨打免费热线1800888911。讲多一次1800888911。 好嘅，讲3次1800888911，向消费者投诉部门投诉，等有关嘅呢个部门咧采取行动，让你得到应有嘅赔偿。聪明嘅你，即日开始认清真假，唔好买到冒充货啦。